啊，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嗱，上魔鬼山途中啊，上埋上面就是山顶嚟噶啦。咁呢度咧，行到呢度山呢度咧，又中少少咧有条路 ，OK。咁呢个其实咧众所周知咧系有个山洞嘅 ，OK。咁咧应该系咩都冇嘅，不过而家啲人咧就喺度搞，整到佢咁 ，OK。吓，佢叫蝙蝠洞喎，咁啊梗系唔系啦 ，OK。咁嗱，呢个系军事嘅军事洞嚟嘅。唔是日本人，是英軍掘的，爸爸，咁咧就帶大家捐入去睇下啦 ，OK， 嚇，咁啊睇到睇唔到為止啦 ，OK， 係咁意，嚇 ，OK， 冇乜嘢，好，我已經睇唔到啦 ，OK， 咁我哋出翻去啦，隻手機問題啊，冇燈啊，亦都冇開燈 ，OK， 嚇，咁咧。呢啲咁嘅軍事洞咧，咁啊講下個歷史好簡單嘅啫。咁你知啊，駐軍通常駐咗喺度有咩做啊？係咪？咪一係就係打獵啦，食野味啦，係咪？咁一係咧就掘窿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咧其實成個魔鬼山有好多條呢啲咁嘅道嘅。咁而家近來咧啲人咧有興趣啊，慢慢喺舟山咧揾翻佢出嚟啊。咁其實以前咧係俾政府封咗嘅，即係封咗啲位啊。OK， 咁但係呢啲人咧。就帶埋架撐嚇，將佢掘翻出嚟。咁你有興趣咧，你自己揾下有幾多啦。OK， 咁啊，舟山都有呢啲山洞嘅，其實政府擁唔到幾多嘅。嚇，多謝大家。